第六十七案，教育部函为废止职业学校学生辅导办法，陈训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好，有异，那我们就好。请问针对第六十七案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请宣读。第六十八案，教育部函送专科以上学校办理职业继续教育办法，陈训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针对第六十八案，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就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我们就进行表决啊！现在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点名表决，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针对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表决结果，出席一百零四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七十一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
现在我们针对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六十八案之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四人，赞成三十二人，反对七十一人，弃权一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六十九案，请宣读。第六十九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各级学校专任运动教练绩效评量组织及审议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六十九案点名表决，出席一百零四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七十一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六十九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开始。
针对报告事项第69案，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69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定于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报告事项第69案，重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来处理报告事项第70案，请宣读。第70案，教育部函为大学园区教学实施办法名称修正为专科以上学校园区教学实施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事项第70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70案，点名表决之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针对报告事项第70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事项第七十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七十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七十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报告事项第七十一案，请宣读。第七十一案，教育部函为修正中小学兼任代课及代课教师聘任办法第5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云和桥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好，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七十二案，教育部函为废止大学及专科学校教师年功加俸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好，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七十三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改善大专校院实验动物福利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七十四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国民教育法施行细则第7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七十五案，教育部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学校餐厅厨房原生消费合作社卫生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好，报告事项第七十五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有异？啊，有，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包四项七十五案点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75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列委员于今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第75案表决结果，出席人数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75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75案之重复表决，出席100人，赞成30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76案，请宣读。第7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水污染防治费收费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7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物品或其包装容器及其应负回收清除处理责任之业者范围公告事项第1项表一，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事项第7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交代一下。我们的来源是有的。报事项第77案，点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1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77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计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事项第77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77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计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事项第77案重复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报事项第78案，请宣读。第7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环境用药专业技术人员设置管理办法，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事项第78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计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报告事项78案是点名表决，出席100人，赞成32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针对报告事项第78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78案，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32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务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78案之重务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78案之重务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第79案。第7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方法气象层析质谱依法 NIEM711.03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事项第79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事项第79案之点名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79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79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79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79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80案，请宣读。第8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土壤底泥及废弃物中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方法气象层析质谱仪法 NIEM 711.02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事项第80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事项第八十案之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八十项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八十案之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八十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八十案之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八十一案，请宣读。第八十一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2亿氰酸甲苯、4421氰酸二苯甲烷检测方法、4N衍生化高效能异向层析法，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事项第八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所以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报告事项81案之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来进行表决，报告事项81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81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由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81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得符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81案重复表决，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82案，请宣读。82案，行政院函为国告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赈灾灾区范围为台南市全区，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好，无异通过。下一案。83案，行政院函为105年5月25日修缮公墓之人口贩运防治法第4条条文，定自105年5月27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好，无异通过。下一案。84案，行政院函为废止该院105年1月8日院售发设字第10513001号。另有关海洋委员会组织法及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组织法之施行日期自即日生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好，无意通过。下一案。85案，行政院函送105年1至6月中央政府营业基金3亿元以上及非营业特种基金1亿元以上补办预算或先行办理数额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报告事项85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
所以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徐委员，真为声明对刚才表决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第八十五案，点名表决，出席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来进行报告事项第八十五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八十五案表决结果：出席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由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报告事项第八十五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事项第85案，重复表决，出席者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86案，请宣读。第86案，常务委员会函送尚未履行兵役义务之接近10或10男子申请护照加签侨居身份办法，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进下一案。第87案，侨务委员会函为修正申华侨身份证明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事项第8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87案，点名表决，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来进行87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87案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87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安尼嘛。报告事项第87案，从无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88案，请宣读。第88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巧克力制品名及标示规定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事项第88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88案点名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88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88案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现有国民党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88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们现在要来宣布报告事项八十八案重复表决的结果。出席好，出席102人，出席102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好，现在请宣读报告事项第89案。第8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细则第6条之一、第7条及第14条条文。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请问内会有异？无异，我们就通过下一案。第9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邮政患者健康照护补助基准及定期健康检查项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1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该部部授实字第10513-01729号公告修正《中华民国输入规定 F01、F02 货品分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事项第91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各位委员，我们要宣布表决结果。报告事项第91案，点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0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请各位委员啊，请各位委员听我们这边的宣布啊，请各位委员听我们这边的宣布。现在我们。针对报告事项第91案，好，现在休息5分钟，5分钟继续开会。